的配乐里面，我们可以听到有几段就是很优美大提琴的琴声。那虽然现在已经过完圣诞，那今天还是会为大家带来两首圣诞歌曲。那我特别介绍一下下一首的《圣诞老公公来拉总统琴》，因为这首歌啊是有许多首大家熟悉的圣诞，就是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圣诞歌曲旋律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它都是主旋律的部分就是由中提琴来拉奏。那第二首圣诞歌曲是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。Thank you.